这玩意儿我就打了一会儿。没事，走干吧，别堵事。哎，别这玩意儿，哎，我还去看。不行，好，行，可以。好，我写个地啊，小片。哎，我写个地。行，哎，到时前面去。老黑子，哎，发现什么宝贝了？见面可得分一半啊！哎呀，你急什么呢？捞上来再说呗。哎呦，我拽了没呀？搁着没有？搁着了。往前，搁着了。哎，我有劲，有劲啊！好，好，往前，好，往前，好。好，老黑子，拉拉，快，拉拉，快拉！好，老黑子，拉拉，快拉！拉拉，拉拉，我这使劲，我这拉。哎呀，哎，这腰有劲，来，起来，是，累。老黑子，你使点劲儿，好不好？我使点劲。放开，放开！哎，在！哎，打开啊！哎哎，老黑子啊，说好了啊，一人一半。我知道，我不是已经讲过多次了吗？还讲？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死人啊！哎呀，小飞，你打多少环？四十二环。大东，你呢？四十七环。怎么样，勇哥，这次不错吧？德行，这就奇怪了。为什么我五颗子弹打出六个弹孔，共计五十九环？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？扑克，你打多少环啊？我算上打在你靶上的九环，应该是三十九环。谢谢啊，牺牲自己，照亮别人，啊。还没听说过刑警打靶能打脱靶的。你说，这要是在执行任务当中，你这颗子弹想送给谁？我是彭大勇，说。好，好，知道了，马上来。浅草湖发现女尸。高材生，你跟我去一趟吧。干活。高材生，死在水里的见过没有啊？不是我吓唬你，做好思想准备，万一遇见一巨人观，你小子别吐。巨人观我在书上看到过，不就是身体膨胀，全身发力，眼球突出吗？在水里发现的，但不一定是第一案发现场。让你说对了，这女的不是死在水里，是死后抛尸。怎么死的？两种可能，一是勒死，脖子上有淤痕。二是砸死，后脑勺有两处致命伤，耳膜没破，鼻腔口腔里没积水，肯定是死后下水的。死亡时间呢？不超过三天，具体得拉回去再看。
我先过去。有心事啊？没有。前两天还不是给我打过电话吗？怎么了？你肯定有事，跟我说吧。要是我妈知道我那样，肯定会特别失望的。米朵姐，你千万别跟他们说呀。嗯。对不起，米朵姐，我真的没脸说。哎，方英。老茧磨出来的，那什么东西能把它磨成这样？你再看看那张左手的照片，小拇指比右手的长，有老茧，右手也有分布均匀的老茧。很多人都认为他死了，也就是说一切都结束了。但是死亡往往是另一种开始，死者也是可以说话的。那他告诉我们什么了？他说他死之前发生过性行为，那男的用了安全套，他应该认识那男的，说不定还挺喜欢他，肯定不是强奸。他还说他死得很冤枉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想到那男的会杀他，他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其实死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活人。
说的太对了，英子，怎么了？啊，头疼，是不是感冒了？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去看看去？不用了，我睡一会儿就好。你不去学校了？今天上午没课。妈，我想睡。好吧，你睡会儿吧。你要有什么不舒服的哈，叫妈啊。嗯，睡吧。 大勇，什么大勇？那小丫头片子没大没小的，又叫叔叔。怎么着？找你爸黄老邪？没有，找你。找我？啊？著名记者黄小丫找我。大勇哥，我真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我听说你们前几天在浅草湖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，有这事儿吗？有这事儿啊？ 现在有头绪吗？这得有多大的仇，才能把人的脸砸成这样？谁呀？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管得着吗？黄老姐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 你们刚才在说浅草湖女尸的事儿吧？啊！哎哎哎哎，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？这工作上的事情，工作上的事情，我是有原则的，原则原则原则。我觉得这些年啊，原则才是你亲生的，我就是个抱养的。哎哎，这也不能看。哎，你总让我尊重你工作上的原则，那你尊重过我吗？啊？ 这是纪律啊！沈坤呢？今晚7点新桃花盛。哎哎哎，这是三鲜馅的，我不吃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哎。 你好，你好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黄老邪的女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遗传学的角度，肤色、下巴壳、双眼皮，这都是绝对遗传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什么典型性美女，不过还行。你好，我叫黄小丫，岷江电视台的记者。补课。你好，我爸说他这会儿比较忙，想让你代他为我介绍一下案情，您看行吗？ 没问题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
喂，你怎么打这个号码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大栋，失踪人口查怎么样了？没有的话，你这样，扩大一下范围，把周边几个城市全部捋一遍，有消息告诉我。哎，好，小飞，马上你去黄老邪那儿看一下他报告好了没有，让他抓点紧，光几张照片有屁用啊？不能闲在办公室里，去。好。大勇，能开车带我出去吗？去哪儿啊？大学。同学们，记得我第一次给你们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说过，化学是世界上最奇妙但也是最危险的学科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就要进行制取氧气的实验。氧气的重要性啊，同学们都很清楚了。尤其是女同学，你们最喜欢有氧瑜伽，是吧？好，今天老师跟你们一块儿来制点氧气，这样呢，你们就用不着把自己的身子拧成麻花一样去寻找什么氧气了。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，人工制造氧气呢，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回家以后，同学们千万不要自己制作，明白吧？高材生，为什么去大学？这些照片你看看。看过了。死者右手中指的第一关节有些皮肤角质层增厚。不是什么什么角质层增厚，剪子，说剪子不就完了吗？准备去哪所大学呀？有音乐系的，那就去宁江大学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是没告诉我为什么要去大学。死者年龄是22岁左右，他的肩膀、脖子还有左手都有剪子。这些茧子明显是长年累月从事某项工作，或者是通过长期训练所留下的印记。这我懂，跟打枪一样。死者年龄22岁左右，他的右手中指有茧子，这明显是拿笔磨出来的，所以我断定他是学生。可是肩膀、脖子还有左手，那这些茧子是哪来的？你是高材生，你那么会分析，你还问我？能上车再给你解答吗？
说吧。他是练琴的，是小提琴。不可能，就算是练琴的，也不可能是大学生。大栋已经把宁江所有的大学都排查过了，没有失踪人口报告。现在的大学都是开放式管理，有可能出现疏漏。疏什么漏啊？那么大一活人没有了，能查不着？我的示范做完了，下面你们就各自回到座位，就按我刚才做的程序，你们自己操作，好吧？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哎，方英，你怎么不动手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不明白？哦，没有，我这就开始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张开！宁江大学高等学府，走在这校园里啊，我这心里就不是个滋味。你说小时候我要是好好上学啊，考到这儿来，说不定现在我也混成个什么计算机硕士、什么博士、什么博士后了。我们不看路，我们走得好好的。你那么大的路，你就知道往我身上撞呀？你，好好算我们错行不行？哎，怎么老翻我东西啊？你的手，你什么？你赶紧的！你说你这人，你也不知道说声对不起啊？对不起，我想问你的手，你这什么？这手不手？对不起啊，他这个人，算了。不讲理，黄大勇，我是想问，他的手，还有脖子这块有没有茧子？他是个拉小提琴的，不是那，哎。总体不错，有的地方呢不是非常的整齐，就是我们还要。徐老师，哎，团长你好，我们想找张老师了解点情况。好，团长，这是我们张老师，这两位警官呢想向你了解点情况。你好，你好，拉的真好听。谢谢你的夸奖。你好，张老师，你这里是长期练习留下的痕迹是吧？对。那我们张老师呢是从小就练琴。多年下来，这里皮肤磨掉了，又长出来，再磨再长就成老茧了。对了，我们张老师的左手啊，和其他人也不一样，也有茧子，不完全是。张老师的左手的小拇指应该比右手小拇指要长，对吧？你也懂琴？我只是喜欢听，所以知道一些。什么长了短了？六个手指。是因为左手要够弦，所以左手的小拇指时间长了就比右手的多一截。哦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那行，张老师您先忙去吧。好，哎，好，打扰啊。嗯，团长，我跟您了解一下，
你们这儿有没有年龄21、22岁左右会拉小提琴的女生，但是最近失踪的？好像没有，不过我们学校练小提琴的女生很多，我不可能全认识。那行，那我们到其他地方看看。好，谢谢您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好，那走了。再见啊。哎，团长。哎，刚才那两个人是？哦，那两个是警官，来了解的情况。警官？啊？哦。好，你抓紧排练去吧。啊，好。3月8日，我市警方在浅草湖发现一具无名女尸。以下我将为大家播放一段录音，这是我从警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君子，你太够意思，够意思，够意思！哎，君子，以后啊，你的货哥哥就帮你消化一点啊。好，哎呀，合作嘛，咱哥俩一块发财！哎，好，嗯，大哥，君子那边是不是同意咱们帮他清销了？表面上算是同意了吧。他答应给我们一点货，由我帮他卖，那还算识相。这样，跟猴子说，这几天明面上先不要抢他们的货，换几个人，找几个衍生的，接着抢。王八蛋，跟我斗！我要的是他所有的货，他给我那么点儿，他当我什么人？他当老子是要饭的。我看要不就把他给做了吧，也正好让其他人看看，在宁江谁敢跟咱抢生意啊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，动动脑子好吗？要做他我早就做了，可是他的货你是纯度又高，价格又便宜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他是从哪儿拿的货呢？老大，他的货是不是不是从别人那儿拿的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老大，你看他的货纯度这么高，价格却这么低，那是不是有高人在后面给他指点呢？或者说有这么一张配方，他自己就能够生产？有可能啊。那我们要能得到这么一张配方，那不就……大哥来了。啊。
大哥，货已安全送到。谁让你乱说的？我说什么了？谁让你跟黄小燕说案情的？黄大勇，你好什么好？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？是他说的，他父亲让我帮他介绍一下案情，怎么了？不要解释，他说出了责任他帮你负啊。组织无忌，山野莽夫。大董小飞，我们现在重新布置一下分布。浅草湖女尸的身份，现在缩小范围。年龄，22岁，可能是大学生。有过长期练习小提琴经历的女性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就是把宁江给我翻个底朝天，要查出这个线索。小飞，你主要负责去查社会团体、歌舞剧院、歌厅、舞厅，还有西餐厅。大董，你去查学校、音乐系，还有各个学校的社团。黄大勇，你漏了一个可能性，这个女的拉过小提琴，但是现在并不是从事这个专业。我知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是拉过小提琴，都要去查，要仔细查。如果人在外地，必须联系到本人，最好有证明人。宁江大学靠浅草湖最近，我和普克去查。就这样，干活。老师，方音啊，老师，您休息一会儿，别看了。婉莹，你来干什么的？老师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不妨碍大事的。您的伤？没关系，医生说了，可能就留下这么一点小疤。我呀，已经过了你们爱漂亮的年龄了。我儿子都说呀，男人脸上有点疤呀，有点沧桑美。都说我不小心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老实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我这人呐，一辈子谨小慎微。这实验呢，我从上大学就开始做了。现在带着一届一届的学生又反复做这个实验，我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它爆炸，所以以前呢从来没出现过这些事情。不过老师心里头啊倒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的，有时候还想让它爆炸一次。今天啊，这事让你给老师还愿了。可是我好了，爸来了。方爷，这是我儿子林志远。你好，我叫林志远。你好，爸。感觉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谢谢你来看我爸，你们俩我去给你们洗车。商量件事儿啊，你师母这个人呢，爱烦心。我们俩统一好口径，就说今天这个事儿啊，那是因为实验器皿出了问题，怎么样？再说，最近老师也有点累了，正好休息休息，行吧？行，
回去准备功课吧。老师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好好好。如果你有什么事立马告诉我，我肯定马上过来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哎呀，方英啊，这次的实验你可是忘不掉了，以后一定要注意啊。老师不是说过吗，化学这门学科呀是危险又奇妙的学科。嗯，危险又奇妙。好好好，先回去吧。啊，嗯，林老师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。走啊。人家都走了，你凭我拿的。爸，你学生？对。啊。他渐渐忘了我，但是他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，一天也没再爱过。那女孩对我说，没事，说我是。继续办点私事啊。什么？二子的货也被人抢了？损失多少？谁干的？什么？又是猴子？妈的！是君子哟，君子。哎，怎么样，最近还好吗？少废话，你的手下猴子刚抢了我的货，怎么说啊？是这样吗？不会吧。哦啊，君子，我也好久没见着瘦猴了，回头我见着他替你问问他啊。这孙子急了，今朝就他妈不让他出货。哎，对，大哥说的对。猴子，哎，来，这个你拿着。带兄弟们出去放松放松啊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去吧。哎。